们欢迎下一组。听说现在有更多院来支持你了。是因为上次节目播出的关系，然后原本行政院的同事们都很支持我，也为我加油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玉婷好，婷姐好。玉婷说，她来参加比赛，有一个人比她更投入。对，就是我妈。就是她在哪里？在那里。哦，挥手的那位，挥挥手，对对 ，OK。听说他投入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明明就是我要比赛，然后可是他每次下班回家，就是先打开音乐，然后开始练我的歌。他说，到底是我要比赛，还是我妈要比赛？对，然后就听得很认真哦。然后我在练歌的时候，如果我忘词干嘛，他可能就默默的就出声音，然后帮我提词。我说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会接唱就对了。对。他说，那下次帮我妈报名好了。哦，妈妈，今天你还是要跟他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加油啦，加油！谢谢你的参与哦。好，我们要从雅玲，行政院美女唱起，带来什么歌曲 ？You light up my life。加油，欢迎她。谢谢。谢谢陈雅玲。接下来欢迎。